哎，大家好，我是迷之声。之前呢，家里有点事情，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做视频。那么现在呢，总算重新开始做了。正好呢，在月中的时候，第30届的 Ludum Dare 制作游戏制作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个第30届的主题呢是相连的世界。那么我们在这个现在是，这是比赛的画面啊，这个排名。然后呢，比赛呢就是指单人制作48个小时。因为这些游戏呢通常都比较短，所以我们随随便便呢来做几个。好，那么首先呢我们从20几名开始好了。旁边呢这边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它的在每一个类型里面哪一个栏目里面获得的打分。比如说这个铜牌，就是说在这个游戏很酷这个点上呢它获得了相当高的分数。我们随便来几个试试看吧。这个叫做在某处被困在生与死的世界之间小小的鬼魂怎样怎样我们试试看。好，在某处，我们怎么样开始呢？这是个幽灵，后面是一个魔鬼之类的，然后要如何开始？按空格开始。我在哪里？等一下，看看有没有卡。结论是这个，我们用这个路确实还是非常好。你真的去想想办法。哈哈哈，好像被我解决了。是的，流畅多了。好，那么我们在哪里呢？不知道。进入了一个我猜我是个幽灵吧。是啊，好。这里有人，看上去比这个幽灵还不真实。果然附身了吗？是啊，人撞到墙就会把鬼放出来。这个设定有点鬼打墙怎么样啊？好，那么我们要怎样才可以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撞到墙才行。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边这个人移开然后把这人移到这里来。不好意思，借过。什么，我被堵在这里了吗？是的，看来这个箱子有驱鬼功能。我要继续人可以推箱子。这样一来倒真的是这个把几个点合在了一起相当把握住了这个。这边是什么情况？哇，这个一般箱子推不成这样这竟然是一个可以连推很多个箱子的游戏，这个太令人激动了，推箱子就没有这么开心过。好，那么这边应该怎么样呢？首先肯定是要这样，然后好像也只有这样了。是的，这个我们只要这样就可以了。好，过来了。这边怎么这么多箱子呀？是的，这样还不行。我们人还进不进去我们必须开出一条让幽灵通过的路才行之后都是这样的吗？那么差不多，迷之声就自己去把剩下的谜通通解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结局吧。好，这一关稍后回来。是的，也是轻易的过来了。是的，出现了幽这个鬼，他们在找我。什么，在墙上也不行那就只能隔墙了。他们在找我，这个不会比较长吧？但是人类他们是什么？你们没有职业道德这个。这边都是朝着这里的，好吧，那我就只能挡住你们了好，希望不要是一个那个怎么说
关卡非常多的游戏。那么这边是要怎么样呢？这边是要想办法把一个箱子推到上面去了。首先，然后，接着啊，大概是这个意思，知道了。蛇，这边如果推上去的话，就不能再推下来了，是不是要推到左边来？啊，是的。好，哎，结果就刚刚跳过了一关的一小部分而已。哦，什么 ？The end？ 啊，是的，这款游戏呢，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创意了。嗯，在这里某个地方，啊，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吧。这个13分钟的光是说什么啊？火星离地球有13光分钟，光要13分钟，那看上去这个就比较长啊。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吧，叫做哎呀，怎么说呢？啊，知己，灵魂的配偶啊。是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叫 soulmate 啊，真心人知己，是个怎么回事啊？总共有9关，啊，什么？等一下，啊，要让两个未来的爱侣啊，啊，相见，能否用这个环境来？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花已经开放了，嗯，大家一定会转头去看他们吧？啊，好，啊，一步一步的，啊，是的，这样呢？他们目光就相交了，一见钟情啊，最后就会坠入爱河。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办呢？这个是箱子啊，非常危险的啊，非常危险的话怎么说呢？如果啊翻倒在某个位置的话，就可以让那个人停下脚步了。嘟嘟啊，他就要这样了啊，是这样的。嗯，不错不错。相连的世界啊，每个人有自己生活的世界啊，把这两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啊，这就成为了啊扣题了。好，怎么办呢？啊，无非就是捣乱呗。哎，好像每次这个人还会换，而且男女不限。哎，啊，他是说啊，其中有一位啊，完全无法到达目的地了啊。是的。好，我们还是要研究一下，这样似乎就可以了。什么？还不行？这个音乐和音效全都是他们自己念出来的啊，怎么办呢？对啊，还有一朵花是吧？让花开放。啊，对啊，直接开花不就行了？真是的，被误导了。嗯，这啊，不是，这旁边都是提示啊。这个放在这上面的话，是说这是他的目标。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吧。哎呀，失之交臂啊！这些人的眼睛啊，都是只能看前方这个45度啊，连90度都看不到。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该怎么办呢？嗯。要让其中一个人绕点远路，这个人呢，现在是这样，还是差了一点。嗯，好，这个是普通的箱子，不行的啊，这样应该就行了吧。好，来，这是第几关了？不过这个。解谜游戏啊，确实比较容易制作，因为接下去只要想谜题就可以了。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人就已经到了，打开花，好，嗯，我们看一下这是第几关了？哎，他没有提示啊，毕竟是短时间内做出来的嘛，刚刚差不多是第4、第5关的样子吧？是的，那么接下来第6关，嗯。看每一关有没有名字啊？
没有，纯粹就是什么越来越难啦之类的。好，那么这个游戏呢差不多也到这里了。来，我们来看一下，花已经开了啊，因为花开了之后呢它就看花了啊。好，我们总要想点办法让他们啊相遇。这个到底是什么歌啊，都有点像好的。这么说来的话也没有什么剧情。这款游戏呢差不多了。好，这个呢比较酷啊，它是说闭上你的眼睛啊，这个游戏啊要你闭上眼睛，怎么闭呢？按空格，哎，怎么都是用 Unity 做的？现在这个啊也是啊，这个平台啊，毕竟是方便。好，这个比较，我们缩一下。好，啊，很简单的游戏啊，是要在有敌意的现实当中啊找到平衡。有四个很烦的训练关卡和五个啊激动人心的正常关卡。普通版本按空格，特别难的版本、不公平的版本 X， 我们先按空格吧。啊，不要浪费时间，这个讨厌的小家伙要到这里来，你会帮他啊？现在按空格就可以。我按空格，现在没效用。好，再来一下。哇，这个有。这个可恨啊，超级怪的东西啊，看上去尖尖的，怎么办？按空格自己看了。哇，怎么行呢？杀了你怎么办？再来。冲啊冲啊冲啊，好可怕。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啊，这种情况看看是不是可以啊，只要看不见，他们就伤害不到你了。但是时间还是会继续的，所以到达目的地，你闭上眼睛也是到达目的地。这样就可以了，是吧？我就是不看的。什么？Sweet Lion of Zion 啊，这个是英语里面比较常见一种感叹句啊，就是用这个谐音的东西来说。这边的话用中文就不太好了，因为 Zion 呢。鸡瘟也是这样啊。好，但是我已经过去了，好吧，什么结果还是过关了，不看到也没关系吧。好，是循环里面的啊，这个是走方向了，只要在正确的时候闭上眼睛就可以突破了啊，就是这样啊，简单。这个应该还是属于这个教程关卡啊，我们成了绝地武士了啊，你完成训练了。在黑暗的世界里面有恶魔隐藏，闭上眼睛可以帮助你，但是也有可能让你深陷危机。你必须找到平衡才行。这样的话还是可以啊，这个如果有个加速键就好了。有一个这个很未来式的岩浆，哈哈哈哈啊，用诗人的话来说，哈哈啊。好，我们绿色的是毒，也很可怕啊。然后呢我们在这边，最后在上面的时候呢绕过这个潭。好，过来了。这边啊，这边只要这样就过来了，用不用这么轻松啊？这是什么情况？错过了啊。我们怎么办呢？有没有重开功能？连重开功能都没有。好，我们这边按部就班的就行了。
哦，直接接下来过去就可以了。嗯，好，这是最后一关了吧？应该。哎，啊，后面还有毒。哎，我忘了，那边也是要。这个莫非还可以？还不能嘛？我还以为还有多种过关的方法呢。嗯，好吧，那我们就只是把这关过来就可以了。哎，是。哎，略微有一点困难啊。这个时间要把握的也太那个了。但是怎么感觉啊？怎么感觉这个看来毕竟还是哎呀排名后面的游戏啊并不如何啊，纯粹是有点难度有点创意。嗯，这个要记住还有点难。什么啊？对啊，我们这关，哎，真希望还有更多的关卡。哎，其实有一个，按空格键，哎，我们就可以进入二周目不公平的模式，啊，不就是加速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不一定是坏事，对不对？但是，这个怎么越来越快了？啊，这个就纯粹是考速度了。好的，这个游戏也不玩了。嗯，我们跳几个吧。这个叫耶鲁的塔，嗯，是个月球人，回月球，嗯，还要解谜之类的。嗯，看上面吧。啊，这个据说是图片很好，平行的地平线啊，这个要下载的，嗯、啊，又是解谜的。啊，我们先看一下上面吧。猎鹿人，嗯，我必须看到你。都是解谜啊，这个也是目光相交，会发生什么错呢？嗯，会出现什么事呢？啊，然后这边它有一个防手腕酸痛的这样一个模式啊，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修改的。这个比赛呢，因为最后评分呢全都是按照交上去的版本为准，所以如果有改动的话呢，他们都还是比较注意的。我们先把在线的几个都给玩一下，哎，因为是 Unity 的，我们可以多开几个吧，啊，这样和胡乱所致的这个寻找宝石也是解谜，这个叫做地球边境5000年，啊，我们先打开好了，涂色这个是星之星，嗯，都是 Unity 的，倒也安心啊，啊，好。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远古的次元通道啊，传送门可以连接，把我们的世界连接到其他世界。嗯，不知道外面有什么样的世界呢？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东西生存在那里呢？他们已经开始充电了，就是现在。怎么可能出错嘛？那你拿着枪干什么？哎。这个子弹的声音好响，这些看上去有点像蜘蛛的东西啊，一切都好，再来一次。第二波，这个音效是故意这样的吗？啊，这个相连的世界看上去挺酷的嘛。还有激光啊，不是激光，纯粹是瞄准。我怎么感觉这个音效纯粹是为了让你不是全程按着，所以就特别弄了一个特别响的，让你产生出一种哎呀，虽然全程按着这个开火键才是
正确的方式，但是这个声音实在太吵了。啊，你干得不错，我就要撕了。我都快撕了，你们就别那个了。别说我了，这个听的人，哎呦，上面还有。好，我们按部就班，哎，争取把这关过了，争取把这关给过了，对吧？好，下面应该还有最后一个嘛。哦哦，有个大家伙要来了。好，我们壮烈的死在脖子前应该也不错。什么，就是一个箱子嘛。哎，什么 Game over。 嗯，又要从第一关开始嘛。差不多了，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就可以了。哎，我们壮烈的死掉了。这个呻吟声啊，真是什么，我故意来求死，你们还不杀我。好，进行下一个游戏。好，这个因为不是 Unity 做的，刚刚好像这个声音就已经出来了。好，我们来开始一下。似乎全都是解谜的，解谜的特别多。用方向键或 WSD 来移动，用空格键交换世界啊，要让两个主人公啊同时在这个平台上才行啊。是啊，要站在这里才行啊。光站人头上还不行。好，这个呢是说和颜色相关，只能碰到自己相同的颜色和紫色啊，毕竟是红蓝配嘛。哎，这边还不一样啊，是吧？我还以为要站在人家头上这个一路跳过去呢。好，那么看来这关还是比较轻松的。先看一下下面啊，没问题。过来了。果然这边呢提示可以站在其他人头上，或者把他们当做这个平台也可以带着别人。这边呢，这边似乎是一个，这边要怎么样才能方便的双方都跳上来呢，是吧？果然还是先要解决红的问题。节日怎能没有蓝色？首先让小红上来，然后小蓝就也可以上来喽。不过这样来的话就仍然是一个我们死一次吧。哎呦，糟糕了，我想看一下蓝色吃惊的样子。结果一样嘛，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怎么样啊。蓝的你头太小了。这边怎么样比较好呢？蓝色的话必须要靠红色才可以到达右边，差不多是这个感觉。但这样来的话红色不也回不去了？红色可以直接过来，简单简单。这边有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难道是要我们在跳跃途中改换世界？不能。死亡的动画倒还是不错啊。好，蓝色军我们上来啊，我们刀山火海把你运过去，搬过去喽。这边我们要换一下，我是红色，我要把蓝色搬过去，走喽。忘了跳了。好，能直接把人丢出去就好了。我跳，果然是搬着的时候是不能跳的，大家的力气还是比较小呀。
如果比较强力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我来，我也来。好、啊，这关，哎，我刚想说这关怎么感觉有点开心啊，很轻松的样子。是啊，这个是异世界之壁啊，哪怕在红色的世界也照样会阻挡着我们，所以我们先要按下按钮，然后再过来。是，脚滑了，是你的头太滑了。好，也是啊，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但那个世界还是存在的。紫色就是双方都要那个了，首先还是由红色军啊当垫背的，然后我们在这边按下按钮。什么？你这回真的是狡猾？这回是手剑，还是有相当多的死法的。嗯，好。按下按钮之后呢，我从这上面可不可以直接下来？不能嘛，那我就走在这里咯，对不对啊？这样最安全啦。啊，说起来这个游戏有几关呢？差不多了吧。啊，退出一下，我们刚刚是刚刚就是第九关了。好吧，原来只剩最后一关了，还是挺快的。这边呢，这边有一个要顶着的啊，还可以吗？我顶。然后红色啊，红色在那边还要有一个，还要到那边去一次。过来啦，过来啦，争取一次过。嘿，嘿嘿个头啊！我过来，蓝色，好，好，一点都不好，好，这样就没问题了。来，蓝色，借你一战，然后我们就和平的到达了那个地方，完成了这个游戏。结果为什么叫星之星呢？没看见有星啊。好，下一个游戏。好，我们来看这个叫《地球边缘五千》。很有未来感。是一艘太空船，然后我们是在其中一个胡渣大叔。就是他了，按上可以把门打开，可以坐一会儿。什么？这个箱子不能开，可以看书吗？啊，哇，好长啊！相连世界手册，恭喜你，你作为这个10B3站空间站的唯一的操作者，你需要呢，在啊。为扩张啊，新地球联邦在已经死亡的星球上制造出新生命。要使用这个创世纪导弹啊，在第二页可以看到啊。一，首先用 C 终端呢计算距离，然后把距离输入进 D 终端，然后啊，在外面啊穿上太空服，把这个。新世纪的新纪元创世纪的这个导弹呢放进大炮里，然后呢用 A 终端来调整角度，最后用 B 终端就可以那个然后最下面呢是说 ABC 呢都是在上层的，首先呢我们用 C 终端啊，这个我们不能跑步啊，有点慢啊。这是什么？ What?音乐嘛，这个呢，这个和电脑完全刀石头布啊，
电脑赢了。石头，电脑你作弊。而且电脑不是石头，电脑是个蛋。电脑你作弊。这边是太空服。怎么这个太空服这样？好，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是敌中端吗？所谓的这个是敌中端的啊，这个是计算时间什么的吧。首先要用 C 中端计算出正确的距离。你们说会不会啊？到最后会出现各种各样古怪的事情啊，然后火灾啦、大灾难啦这种东西。这个是什么？我还以为你要吃零食呢，结果纯粹只是摸鱼嘛。啊，相当休闲、相当摸鱼的一个游戏啊，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哪个终端是哪个。好，来来来，敲一下。这个终端显示不好啊，我们要把它敲好。敲不出来。敲敲敲敲敲。这个需要用什么东西来维修吗？这个呢？啊，这个就是发射了吧。这个呢？这个和旁边那个终端相当接近啊，但是是怎么回事呢？不解。不解，我们先来发射一下。发射，果然没有啊，因为我们这个导弹还没有拿出去。好。我们在这里，哎，两个音乐啊。这个呢，我们因为已经把宇航服啊换好了，然后呢要把里面的舱室关掉，这里才能打开啊。这边就是大炮，嘿嘿嘿，我来了。我们飞走喽，像小鸟一样自由。不对，太空之中哪有什么小鸟，我飞什么？没事吗？完全没事，不会地心引力啊。啊，这个是打开了，但是角度没有安排好，我们直接发一炮吧。在这个角度发一炮，哎呀，必定啊。但是我们始终还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计算出正确的距离该怎么办呢？不管，我们先发射一下。来，我们来到了这里，发射。我已经发射了呀，而且我们在这里还看不到。我们又啊，我们看一下，出去看一下，是不是角度已经改变了。哦，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敌是安排那个时间的吗？但这个红色为什么会已经那个了呢？又消失了呢？嗯，真是难解。跳跃一下，大家好，我们先来做一下死。什么不让做死？我们不穿宇航服，竟然都不让我们做死，真是的。好吧，大家看我拼命的按出来了，距离是4:25。啊，4:25。是的。好，我们首先呢，去把这个4:25给弄出来。是的，1、2、3、4，嗯，4:25正好。然后，我们还是要重新去把那个导弹开启。是的，打开。然后，我们之前啊，可以看到那个背景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星球。说不定就是我们要用的，但是关于如何调整角度这一个还是有点难解呀。好，那我们首先呢，不要去按发射，因为没有瞄准的情况下按发射它完全不顶用啊，是吧？所以呢，我们调整调整，好，
哎，这样一来我们就完成任务了。发射，滴滴滴滴滴，最后变成了地球吗？是这个展开吗？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啊，完结。The end。 好的，那么这款游戏啊，这个音乐搞不好是其他游戏里面的，不管了，就当给大家听音乐了。好，这个游戏呢也玩完了。果然有一个音乐是这个游戏的，名叫小宇宙。这什么 What 啊，把两个世界放在一起，这个感觉吗？是这种 feeling 吗？为什么我感觉这种工程特别的可爱？这样还不行啊，看来地球不给劲，要这样才行啊。啊，这边呢是要，嗯，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什么？还可以撑远吗？这个是什么原理啊？你这个完全不告诉我是什么原理啊？我偏重来，哎，我偏重来，我这样来，果然是不行。看来多种选择比较少。嗯，好。啊，一个是，这个是拉近距离的，这个是放远距离的。拉近距离的话果然还是这样，放远距离的话果然还是这样啊，还要在这个转完一圈的时间内。好，这个星球，还会纠正过来。哎呀，真是挺美的啊。什么？这边还有三，三是什么？三是什么？三是什么？什么意思啊？我不懂呀。这个第三种。嗯，好像就是比较强力的意思，两根就够了。好，离远一点，离远一点。什么？这个被弹开了，离近一点。先把这两个那个吧，然后哎，这个竟然会拉远距离，倒是完全没有想到。那么把这两个放一起就行了吧。好的，那么这个小宇宙感觉还是相当有意思啊。拉近一点，太近了，这样呢？他意思是要里面有一个不够，要三个吗？不对啊，一个，两个，三个，要这次三个在一起才行。嗯，哎，这个似乎是理解错了啊。好，首先把这两个撑远，这样吗？不对，首先把两个拉近。是这样子的，不错。这个总共几关来着？我们直接看23关嘛。啊，好多啊，不过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了。总而言之是个解谜游戏啊。总而言之是个解谜游戏，然后把它们那个固定在一起就行了。这个感觉倒是不错了。像打撞球一样把它撞过来，这个感觉也不错啊。这些个星球倒是很容易就被那个掉了。来，我们来试试看，先用把它固定好，然后呢，还行吗？还 OK 吗？看似是不行。
好，不过这个解谜啊，也就是解谜而已了。我们看看下一个游戏吧。啊，流动的感官啊，这个是说它的视角啊是流动的。嗯，我们来试试看。好，流动感官视觉视角。嗯，我们的世界是由我们的感知来定义的。大。不知道这个屏幕有多大。好，我们继续。好，这个是水。你又是谁？怎么看你头上有一撮毛？二键重启。重启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正确的方法是跳到左边了。我认。然后呢？好像这边弄得太远了也不好。好，没问题。在不同的视角的话，世界将会完全不同。这个热情如火啊，啊，长相都有点那个。但是这边果然也要站在人的头上嘛，这里呢？啊，是要把它推下，砸死你哦！嘿，是。原来这个萌萌的石头嘛是。哦呦，这是岩浆嘛？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应该是男主啊。他眼中的世界充满了危险，所以相对来说呢，自己也困难一点。这边的话呢，男主又要借助女主来挡住这个东西了。是。啊，是这个意思了。这样也不行。看来必须要用这个给堵住才行。好，这样就安全了。挺带感的嘛，小伙子。等等我，刚刚出现了。什么？你不会游泳？这倒不是岩浆了。来，走着。甘当绿叶。这个上面有岩浆，所以呢，我们这个女主啊，肯定是要担待一点，担待一点。然后男主只要过来就可以了。走喽，这边又是怎么样？啊，忘了。Oh no！ 感觉这个游戏挺可爱啊，但是这边怎么办呢？我们光这样还不行，也就是说这边必须要用男的在这边过来，然后我们直接跳过去，直接跳过去也不行，必须要在上面。哎，哦，上面的男的可以过去。是啊是啊是啊，推下来吗？好，我们看一看。哎，没跳好。是的，我直接把它推过来不就行了吗？没有那么多困难的事情，走喽。好，这边又是什么情况？这东西，这个是什么情况呢？究竟？也就是说，最好的方法呢，是要把这四个玩意儿堆在一起，感觉是这种样子。因为，还是说，
接在这里可以跳过去呢？差一点点啊，看来这样是不行，推下去的话呢也不会浮上来。好，我们男的先过来，这个距离我们能不能一次跳过去呢？应该是不行，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嘛，对不对？这边应该也可以稍微做一点。哎，我来啦，接住我。好，好样的，走喽。哦，这边好高大，哇，这个都是岩浆吗？ So many 岩浆。怎么办呢？啊，还要从对面过来。啊，把右边呢也推成这样的。还要小心，不要一不小心把那个给那个了。哎，这个应该余地还是挺多的。哎，刚说出这种话就好，走喽，还是挺长的嘛。上面应该是少女的路线了，怎么感觉这个地图这么大呀？我来啦，要把这个堵住。估计要堵很多地方吧。怎样才能瞄准一点呢？好，这个设计上呢还是稍微有点问题。好，这边呢就要男主上来了，但感觉这样的话，哎，难道是要把那个箱子推下去吗？似乎是这个感觉。这边下面是怎样的？下面男主倒是完全没有问题，只需要在哎，只需要把这个推下来就可以了。女主这边的话需要两个这样的箱子才可以，但是下来之后呢男主就上不上去了。好，重新开始。是的，首先呢如图把这个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换男主上去。换男主上来之后呢，嘿，站在这里把这边的箱子给推下来，嘿，然后女主让一让啊，最好把上面这个箱子呢也推下来。好，那么男主就先推箱子下去了。用不用这样？对了，这边有岩浆啊，把这个给忘了啊。看来上面那个是不能推下来，好吧，稍后回来。是的，先由可爱的女主啊把上面这个挡住，然后男主在下面呢就可以把箱子推到这里，把下一个箱子也推过来。哎，我认。女主你好，下来了，来跳我头上吧。啊，安全第一，推着女主过河去喽。感觉这关也差不多了吧，之后还会有几关呢。是的，结局了，感谢游玩。哎呀，连这个最后的笑容都有点不同，字体呢当然也是不同。来，站在